马上过年了，年夜饭的餐桌上您一定少不了这道菜，朋友吃完呀都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。树上带的鸡胸肉，咱们呀先给它切成小丁，然后啊切成长条，然后啊加少许盐，去腥的料酒，然后啊打入一颗我下的公鸡蛋，然后啊用手抓匀，再加上一大勺的淀粉，一滴水也不用加，一直啊把这个鸡胸肉搓成这个小圆球就可以了。油温六成热，然后啊把鸡胸肉一个一个的下锅炸。视频又弄一半了，兄弟又厚着脸皮跟你要个小红心，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支持一下就行。提前呀祝大家伙新年快乐。全部下锅以后啊开中火去炸，炸至鸡红酥脆就好了。锅留底油，然后啊加入一包大厨调制好的糖醋汁，别的呀什么也不需要放了，可以做糖醋排骨、糖醋里脊都特别的好吃，熬制粘稠。然后啊把鸡肉下锅，家里啊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黄瓜，这样做的樱桃肉啊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又好吃。最后啊还是那句话，关注我没准真有点用。